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日子，小孩子通常会挨家挨户的去讨糖果。不过呢，在美国新泽西爱迪生市的慈济人文学校是以亲子运动会来庆祝，而在洛杉矶蒙洛维亚大爱幼儿园、大爱小学以及核桃大爱幼儿园则是响应环保，鼓励家长小朋友发挥巧思，用回收物做环保的造型。用回收物做成各种造型，万圣节家长和孩子发挥环保巧思。好啦，有这么大。And then these are just like paper. So everything is all made from the recycled thing? Yes. 在爱迪生市慈济人文学校举办亲子运动会，孩子踏着父母的双脚走路，背对背或面对面夹球，亲子感情交流。已经不记得前一次抱儿子是什么时候了，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跟他一起玩游戏是什么时候了。很好啊，很幸福。打破传统，万圣节不再只是拿糖果，好吃好玩就过去了，而有更多的教育意义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智工美国报道。